因為佢係譬如話出白皮書，佢將中央嘅八項喺基本法裏面寫低嘅八項權力重新一遍，跟住嚇死咗好多香港人。都唔係嘅，香港人自己唔了解啫，你自己唔會睇啫嘛。其實即係咁，你睇完之後，你知道喂，其實了解係當年我哋都冇份去簽呢份嘢嘅時候，我哋梗係唔使去了解啦。基本法你可以睇噶嘛，基本法全個書局都有得賣，你唔會睇，你唔會了解，你又你又嗰部嘢根本就冇我哋認受噶嘛。喂，你唔係如果你係美國嘅公民嘅話咧，美國憲法你有份簽噶嗎？喂，咁我哋入籍嗰陣時候，我起碼我要宣誓去效忠。如果我係美國公民，我入籍嗰陣時候，我起碼要識美國獨立史，我起碼要識美國憲法，我要認同呢一套嘢。你喺美國出世嘅話，你有份簽嘅嗎？如果我喺唔係你係移民喎，我話你美國公民嘅話，你有份簽美國憲法。假如我而家係個香港人，我要成為一個美國人嘅話，我要去識乜嘢？我要識美國憲法，識美國獨立史，我要去認同。你香港唔係新移民嚟㗎嘛？我唔係。咁啊係咯。